那时耶稣对宗徒们说，你们往全世界去，向所有的人宣讲福音，信而受洗的人必会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判罪，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相随，因我的名驱逐邪魔，且能说新预言，手拿毒蛇，以及喝了致命的毒汁，也绝不受伤害。为病人浮手，病人就会痊愈。